要买啥呀？买点那种小吃小喝行了。与其想吃啥拿，你想吃什么随便。这个拿一个嘛。买买买，拿吧。来，多少钱？我给我给我给。啊，你给你给吧。你喊那么大声，你给吧，哥。你遇到我们都是好的，绝不跟你抢。哇。他不给不让他走啊，我们先出去。不是五十多少？57。真行。情绪一下很荡，看到没？他真的很荡，你看。我真想抢，你知道吗？幸好没抢。你应该抢。为什么？记你们一辈子。完了，回去写在本子上。等着吧，六个节目都讲这事儿。这些不成熟，不是成熟型艺人。跟哥哥的距离，我们还要再磨练两年。哇，他还有一些咖啡店，还在装。装好以后，你一看，智林咖啡屋，又是他。哎，想了100种夏天的画面，都不及一场露营的美好。The beauty of camping， 荒野，这是什么？这里是不是卖饼子啊？哎，是露营烧饼，露营烧饼。Oh my gosh！ 来来来 ，Oh my god！ 这个饼子看起来很好嘿，很好吃了。我买一张吃吗？哇！有什么味道？梅干，有一点跟梅干，都要。我们买七个，四个梅菜，三个葱油吧。三个葱油。志玲姐，那个啊，她不是志玲姐，我叫慧玲。慧玲，你整个村都是玲玲玲，那您是什么玲？美玲姐。美玲。贾玲姐。贾玲姐在这儿呢。多少钱一张？6块钱。大勋，这里有一个，这是二维码。你跟妈娘让她买单是吗？我来买单。好，没人跟你抢。谢谢哥。他说了啊。谢谢哥。谢谢。这哪个买单吗？这儿。我毛子是衣服包。哎，我帮你下。我跟他认识到现在，好像没吃到你啥东西，吃到过吗？吃到过。什么？吃到很多。你说出来。那我都忘了吧，一个都没有。我不是一个善于记的，就是斤斤计较。比如今天你给我买个饼，我也记你5年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但是一个都想不起来，也不对吧？因为我跟你吃到的，我确实没有必要记吧。多少钱？6、7、4、12。5个、6个、7个，好的。好吃吗？这饼？好吃。谁给你买了？大勋哥买的嘛。大勋哥买的太好吃了。你趁机，你信不信？趁机，好，谢谢，都拿了好了哈，拿好了，数了哈，拜拜，谢谢你们。那啊，这个真好吃，这出来溜达一圈，没走几步，出来消费100元。谢谢大勋哥带我们消费，要记了，荡下去了。雨琦肯定会记得勋哥今天这个慷慨解囊哈。对，我们是没想到是这样的。只记得囊了，别的记不住。咱这饼好了之后，看咖啡正好也好了。我觉得这个配咖啡挺好的。咖啡和大蒜一身永相伴，很怪。我是以前以为每天喝一杯咖啡不好，结果看了一个医学报告说，其实你可以喝3杯。但喝多了真的会心悸。真的吗？我之前有过。就是因为喝咖啡心悸。其实心肌炎很危险。心肌炎很危险。等会儿你俩沟通上了，他说的是心悸，你说的是心肌炎。你得了心悸了？他有心悸了，喝了咖啡有心悸。心悸，心悸，心的肌肉吗？不是，不是，那个叫心肌，他说的是心悸。这，你有阵时咧，你险险咁样，就嗰啲啊，哇哎，那个叫心悸。就你突然心跳会很快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有医生，你做了坏事。不是，太累了。
那个叫心虚，就是慌了一下，心累呀累呀，妹妹呀，累呀累，我就知道你们两个没沟通上，你说心悸，他说心肌炎。喂，回来啦，给你买饼去了，好吃吗？好吃，我都吃完了，有梅干菜和葱，我要梅干菜，梅干菜哪个好吃啊？你俩都行，哇哦，可以吧？可以，减肥的运动。你怎么有劲儿吗？我贼困。那你不能又吃完你又困，那不行啊。大爷。Hello Hello。哎，你好。Hello Hello。你好，各位老师好。Hello Hello。你是？村长。对对对。哇！各位老师好，各位老师好。Hello Hello。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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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Hello。这是给我们带来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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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是我们坑里的竹筒饭。哇！来，您坐。好，各位请坐。问问大家，就是刚进来第一感觉是怎样的？我们这个村庄，就确实很原生态嘛。是的，我们是全中国第一个生态露营村落。我们村呢，80%以上是60岁以上的老人，所以整个村没什么活力。嗯。然后我们当时说我们要做露营吧，大家都听不懂。于是我们就想办法下定决心先收拾干净自己。3个月干了57车垃圾，一个小竹林里面有7车啤酒瓶。从此以后我们就一步一步一步，那我们这块就是完美的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一个理念。这次比较巧，就是我们今天会有春晚。啊，春晚，春晚不是春晚，是春晚，村里的晚会，村里的晚会、啊，所以也邀请各位老师参与一下晚上我们的春晚。今天晚上吗？对。哇，那我们是不是也要整一个节目啊？不可以跟大家就是村民们一起搞一搞节目？其实他们节目基本上都有雏形了哈。我们会有一个把露营地的这个员工请来走秀走一把。走秀，走秀，走秀可以。我有一首歌叫《跨》嘛，走秀本身也是往前跨嘛，走嘛，走嘛。那个歌也比较活跃，我觉得跟叔叔阿姨们可以一起玩起来。哎，我唱的，哎呦，我唱的，可以。那我觉得得跳一个广场舞吧。那就排一个广场舞吧，加一个。这个不错，这个体力不错。那我们下午是不是要彩排吧？到时候大家伙都会到这儿来，是不是？都到这儿来，那我们就等他们来呗。等他们来之前，我们先玩会儿飞盘。啊，谢谢鲍书记啊。谢谢。多仔多仔，拜拜，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，拜拜拜拜。走飞盘。这盘子重吗？我试一下。可以这样粘，也可以，也可以两个手这样。好，搞远一点嘛。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前面这些综艺小哥嘛，我不会游泳，你丢到坑里喽！小心小心，不行不行不行！再晚一点没有了，溜走了溜走了，快！杨迪，杨迪加油！好，杨迪加油！我没有想到一开始就这样子，但你跑下去救盘这一下还是蛮帅的。不救不行啊，就这一个盘，大盘都让你给救了。一群人做好准备。也太低了吧！你们俩有个人情感。这样，这边反手要这么丢。这样。要两个手指在里边贴住他那个盘。什么鬼？厉害厉害，高手。回旋镖女王。我们玩得起来吗？至少来一个来回吧。好好，来来来来来，认真一点。哇！变脸。川剧变脸。来，
哦哦，哎呦，哦哦，哇，你们还有动作。